义军这个心灵很强大啊，但是义军特别爱帮人忙。我说我老是说义军，有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好朋友，他呢特别有服务精神，谁找他问他个什么，他都特当回事，帮人查查查查查。本来可能自己的事儿也不知道给弄哪去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说你也抓不着重点。你有没有这种有的时候被周围的家人朋友，包括我在内，工具化的情况？就是你。哎，但是我现在就大师在，不是大师在这儿，老师在这儿，我可以分析了。他们说啊，就是人际关系当中有些这样的人，他甚至以当工具为乐啊。他们就说分析这种人是心理是怎么达成的。后来就是说，有的心理分析师就说啊，说这样的人啊，有一种从小啊自我物化的倾向。或者说习惯于不尊重自己的情绪，习惯于不问自己的，这不就助人为乐吗？我觉得助人为乐跟物化自己是两回事儿吧。因为你帮人家自己感到快乐，你现在把它解释成这个以当工具为快乐，这两者有区别吗？其实我们很少会，我自己啊，很少会把这些事情用一个病理化的方式来解释。自我物化什么，其实都是把它当做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你从那个正常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发展的那个需求的水平。其实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讲，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毕竟过去的很多年，其实很多就是特别是在旧社会，大家吃不饱饭，是有这个温饱方面的这个需要的。所以有很多人他的那个刚刚说集体无意识嘛，他就是对于那个生存是有强烈的恐惧。所以对他来讲，就是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助人为乐，他就单纯觉得说能活着就好。你给我提了要求，老板提的要求或者朋友提的要求，我只要答应了，也许将来我就能多条路，或者我这个饭碗我就能端得牢。他是可能是从这个很初级的这个生理需求考虑的。那也有的人他可能是从一个情感的需求，他会认为说别人喜欢我是因为我对他们有用，哎，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那么我就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在把自己贱卖了，他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做了别人会喜欢我，我就可以去获得这些关系。所以我们去看一个人他愿意去满足别人要求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去问他最后换到的是什么。那个东西可能在另外一个人看来说这东西不值钱呀，可是对当事人对那个人来讲，那也许就是他要的。让别人喜欢我是对他来讲是最高的价值，有可能在那个阶段就是他最高的价值。我们整体社会在年轻人的培养过程中，它的过程啊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那么一般读完大学下来啊，读完大学下来呢，基本上我觉得绝大多数整体的感觉是敏感的，都是敏感的。哎，是。他要培养社会的，你在社会上混呢，敏感不重要，钝感重要。日本有本书叫《钝感力》嘛，钝感力就是所谓钝感力，就是领导批评你一句。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为你好，有的人批评一句就要你寻死觅活的，那肯定不行。就是你不要那么敏感。其实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哪儿哪儿哪儿，你可能今天有一个事情没做到位，然后你的直系领导可能瞥了你一眼，其实他瞥你那眼，他真没瞥你，他可能是想别的事儿，但是你就可能为他瞥了你这一眼，这一天就心神不宁，就过于敏感。我觉得判断事物的时候，你比如你判断一个具体事物的时候，敏感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你在判断人际关系上的时候不要那么过于敏感，人家其实有时候没怎么你，但是是你自我觉得，然后引发连锁反应。那钝感一点呢，那我觉得就朋友之间说错一句话没什么事，一开玩笑过去了，领导之间批评一句啊，把具体的事儿记下来就可以，但是不必要非往心里去，觉得哎呀我以后是不是上升就无通道了，领导永远看不上我了，不是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得生活，八小时以内是为了八小时以外，尤其这样你还要当好这个螺丝钉，你才能够给八小时以外提供资源，对吧？你把这个客户服务好了来，他们就给你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哎，这个是个人人为我为人人的道理，所以关键是界限。那么于是你看我发生过这个愤而辞职的现象，那就是在我什么时候啊，就是说一个星期工作三天三夜的时候啊，那就是这个限度过了，就是鲁迅讲的第一条，
太苦太累了。对啊，它就一个限度，没有时间吃草。对，所以你只要还保持一个限度，好像就可以自我这个安慰，可以自我安慰，甚至于产生了什么呢？就是说，哎，别人拿你当工具，也说明你还有价值啊。对，所以从您这儿真的是能了解，你觉得最有效的安慰是什么？最有效的安慰，我一般会跟他们说，对，就是这样。是这样，就是其实真正的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事儿啊反倒是能接受的。我觉得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不接受。因为我们过去就是可能还是习惯说一个人得有自己的作品。就是自己，就是我这个人我得在这上边。但是反倒是现在二十岁的人，他觉得本来就没有自己的作品。就我成为一个团队当中的一员，我就是做那一小部分。其实他们是已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土壤里边生长出来，他们其实已经能接受了。所以一般像我这样的同龄人，我就会告诉他们说是这样，以后会越来越这样。那他们觉得自己活着的这个意思在哪儿呢？乐趣在哪儿呢？找呗，吃呗，喝茶，找朋友聊天，就到处找找，看看哪是乐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就是很完整的有一个体系，说我就是在一个大的系统里边，我就是我，就是那个完整的那个东西已经没了。就是祛魅就在于你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个时候了，所以你只能是说，我接受现在跟过去相比，很多东西已经不再是那样了。像徐老师说，他还能有一个第一的这个一个伦理系统里边，在这里边他其实是幸福的，是完整的。那甚至有的人他可能觉得这个都不存在了，他回到家，他说我都不想回家，我在那个车库里边，在车里边我坐一个小时，坐两个小时，我等家人都睡了我再回去，因为我跟他们也聊不到一块儿。拍马屁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文化。你比如我不喜欢拍马屁吧，我还不喜欢别人给我拍，谁一拍我马上就知道。他有的不是，我见过极限拍马屁，就是这老板大老板在榜上啊，福布斯什么都有名的。然后他约我去呢，我去到他那个宾馆大堂等着他，是他的宾馆大堂啊。结果呢，他去健身去了，他马上给我发，对不起，我健身，马上就回来，你在大堂等我会儿。我在大堂等了5分钟，他进来了。进来以后呢，穿一身运动装啊，披大衣，一进门一看，马老师来了。然后啪，肩膀一抖，那大衣后面唰就有人接。我怎么想起周星驰的电影？绝对比电影精彩啊！夸一抖，啪就有人接了。要不看后头啊？要我要抖，我得看哥们儿接着呗。要不然抖地上那不丢人吗？太自信，彩排过呀，这得。是说这个健身，中国人都是瞎健身、瞎练。我请的美国教练，吸一口，啪一身哈。后面的人啪就把烟拿走了，那天把我给闹的呀，我他们都快笑喷了，他不知道我笑什么，就是他所有的动作都是他们跟排练的一样，那个人就得全神贯注的拍着马屁，要不然这手一弄，你得知道，好，我还想吸一口，你给我拿走了，那不成，他就知道哗哗哗多两下，全都会，然后一直。那电梯都是专用的啊，夸大堂电梯就空着有一部呢，人全扒在那儿等着，你进去上去了以后上去又喝茶干什么，所有的动作完全是就是严丝合缝有节奏的，这种拍马屁整个这过程我是很服气。我回去试了试大衣没那么容易。你这个抖大衣是用肩膀这个劲儿，你抖不好吧。抖不下去，你瞎晃悠半天，大衣还在身上呢，你知道吗？这种就是享受、这个，享受，他享受享受这个。你说他是关心真假吗？他可能他就喜欢这个派。那对，但是如果防也不一定能防得住。刚才马老师讲的故事嘛，其实，在美食圈里面最大的一个腕儿就是袁枚了。对，写《随园食单》呢，他去南方当官的时候，给他老师来告别，老师说你准备了什么东西？说准备了。100顶高帽，说这个不好吧？说现在这世道，谁不爱戴个高帽呢？说得听两句好听的话，然后说有几个能像老师您呢？哎呦，呵，出门的时候跟书童说，这怎么只剩99顶了？你再怎么说忠言逆耳，谁听逆耳的都不是很舒服，除非特别理智的人。我那时候我们
因为作家都是这样啊，所有因为我那时候当编辑接触都是作家，作家都是心里比较孤傲的，这正常，这正常吧，但太不正常了，因为一堆作家都在一块儿，那怎么办呢？就互相恭维，挖坑。我原来说过啊，刘震云最会挖坑，挖王朔的坑。王老师，小说写的非常的不错。王朔说不行，写不了，写不好，写不好，啊，过去了。每天吃中饭，那都因为吃饭都在那时候做笔会嘛，都在那个食堂里吃。那时候食堂也没说像现在都是摆上席，就是一人一份端在一起。第二天同样的话还说王老师确实我觉得你小说写得好，王老师真的写得不好。第三天还是这样话，王老师，我是真心的话，你的小说写的是真好。刘老师还有一个绝招，嗯，他先说。小刘觉得你写的真好这太虚伪了那是他后来学的把自己名字说出来 啊然后王朔第三天就说我是觉得我小说写的不错然后我在桌子上呢刘震云就当场就把脸翻过来对我说一般人最多就扛住三天然后王朔就扛住第三天对吧让人恭维的我可能也吹牛啊，我老觉得别人要是夸我呀，我还臊。这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乡土的自卑感？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要一起吃饭，别人要提到说，哎，你我经常看这个节目，我好像本能的喜欢把话岔开。啊，但是有些人很享受，怎么我好像觉得就是觉得很不好意思，那属于受不起似的。不是，那这个都是一样的，我也不太愿意谈自个儿节目。你说好容易在一块儿，你谈我那个，因为咱们知道这节目里有各种问题，你心里很清楚，哪次谈话好，哪次不好，人家跟你说这个，其实这属于专业问题，这还不属于拍马屁，这属于一个话题。没有，哎，就是我要不然我跟你窦文涛，我好像坐在一块儿，我怎么说？哎呦，都我平时隔着那屏幕看见的，哎呀，这我得一个什么什么话题，是吧？就千万别错了，你这说不错，为什么呢？你的节目比较独特，你这个人呢，这个也独特，所以说不错。有的演员是说错的，说了半天，最后说的是另外一演员，你知道吗？就这个，所以我现在碰女演员。有时候那女演员说：“马老师，你还记得我的吗？”我说：“记得呀。”说：“你真记得？”我其实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女演员特别不容易分辨。对，就是你要一瞎说，肯定就错了。吴大维在上海不是开酒吧吗？然后也是有一小女孩，她在啊、哎、一进那个酒吧门，小女孩啪就上去，吴孟达。对，这经常的。所以对演员来说，你不是真熟的时候，尽量就说：“哎呀，不错。”什么就别说直呼其名，也别跟他谈作品，就真容易非常容易出错，容易拍到马。那个黄渤自个儿就讲嘛，人家说：“哎呀，我说了半天，最后你给我签个名吧。”他中间可能在话题转换中认为他是王宝强，他被迫就签上王宝强。这个非常容易出错，这是真事儿，是吧？就是柴静在机场被拦住了，然后说。鲁豫老师，我太喜欢你了。然后，陈老师给人签了个鲁豫。我有一次跟那个就在飞机上，正好跟姜昆老师，正好坐我们俩挺有缘，坐一块儿聊了一路，结果嗨，都后来看了一个人，先跟我打招呼，这倒没认错。哎，窦老师，我经常看你的《锵锵三人行》。哎，马季老师你也来了。哎，姜昆很幽默，是吧？啊，马季老师经常坐飞机的。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这个故事我可能跟徐老师讲过啊，但是这个很值得这个一咏三叹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山东，假定是山东吧，就其实可能就是山东某个城市，我那时候在北京啊，然后有一天呢，我来一个朋友，就是说啊，山东有个老板，也就是个20多岁啊，要结婚，想请你主持。哎，你别说，我这个我也挺能装的。这个婚礼我是不主持的，嗯。但是你知道，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就有人，你像那个温州老板就说：“哎，窦文涛，你给我主持这个婚礼、啊，200万，出到七位数字，你知道吗？七位数字，哎，我百万以上，就我为了这个面子，200万差不多。嗯，这别再说了，我每听到一次，我心里就伤一次。我就很多年前，我的朋友就是说他呀结婚就想。找你啊，就是去主持，说呢，这个你要多少钱都行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公开的传播这些，还没这些什么微信、手机这些。我呢，
其实也不是特别想去，但是呢，因为他托我这个朋友帮忙，比如托徐老师帮忙，我得给徐老师面子，嗯，就我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呢，我发现事儿就多了。他说，但是呢，他说你答应了太好了，他高兴坏了，他现在就飞过来，飞到北京。我说为什么他要飞到北京呢？我到时候我去不就完了吗？他不是不是，他要当面见见你。好，于是我新郎官，新郎官，他一定要当面见见我。于是我就觉得挺逗的，我在酒店房间里。这哥们儿来了，小伙子挺精神的。他说：“涛哥是这样啊，这个我这个婚礼呢，我是就说咱这个钱都无所谓。”他说：“但是呢，你得给我一个面子。”我说：“我给你什么面子？”他说：“呀，我呀就是跟我们那儿的这个人呐，全讲的是啊，你可不是为了钱来的，咱俩是哥们儿，就是我跟他们说的就是啊。”咱俩是哥们儿，听说我结婚呢、啊，那拦都拦不住，你非要来不可。就你啊，就是说你千万别说是拿钱请来的，这样我就有面子，对吧？这个面子值六位数，七位数，不，那个时候还没这会。但是他就说，他说但是呢，那帮人呢肯定不相信，他们都嫉妒死我了。他们到那儿酒桌上肯定会问你，所以我要专门飞过来跟你对好了口供，比如说。哎，你对我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告诉你啊，我是在哪儿上的小学，还是中学？最后我记得我们俩在酒店房间就研究一个问题，他说：“对呀、啊，咱们俩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怎么说呢？”说好，行，我都记住了。然后哥们就飞走了。那然后那天我就去了，从我一到，你知道吗？哇，我一天他亲自来接我，接我的路上啊，拿着几个步话机啊。好，就说，哎，从哪条街到哪条街啊？这个咱们怎么有没有挂红绸子？有没有啊？这每辆车上都挂了。然后啊，从另一个城市来的那个什么跑车车队啊，正在高速公路上，还有多长时间就要到达婚礼现场？这他指挥几个这种豪华车的车队？可是他新郎官自己指挥吗？他自己有一个人帮他。哎呦，婚礼当地的有头有脸的人全来了。也的确真是像他，你知道有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中小城市里的人呢，他确实会不信，就确实周围人都给我打听，是吗？你真跟他是哥们儿吗？是吗？哎，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还真有人问。然后呢，这婚礼办的就是很成功，太盛大了，就是他那个整个城市，可以说我认为那天是坊间流传的独家新闻，头条新闻，所有你可以想见几条街都他这婚礼车队啊。然后呢，晚上这婚礼办完了，他大家去喝酒，他喝大了呢，也就跟我真有了交情了，管我叫哥，是吧？最后就喝大了，最后啊喝醉了，扑通给我跪下了，说哥，我跟你说实话啊，这舌头都硬了，我跟你说实话，钱都是借来的，感谢你，我感谢你帮我这个忙，给我这么大面子，我今天我们家在我们这个城市。算是扬名立万了。他说：“哥，我跟你讲实话，我这个婚是假的。他这个婚礼是假的，为什么？我说我怎么是假的呢？我说你为什么？他接给谁看呢？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但我女朋友在国外留学，我们这么年轻，我们根本没想结婚。他说我跟你说，我这个婚礼就是办给我父母的。嗯，这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家从小在这个城市里是赤贫。”就这最穷的，争一口气。他说从小邻居啊就欺负我们兄弟几个，就是欺负我父母，就是老实疙瘩，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穷，从小周围人瞧不起我们，欺负我们。他说我现在做生意，我现在有钱了，我纯粹就是父母啊，我就要让父母有面子，让他们看看我们家今天所有，他说当年我们的邻居那些打过我的瞧不起我的，我全请他坐在首席，坐在我父母身边，让他看看我现在有这样的大主持人啊，是我的这朋友，然后这个来给我义务的主持我的这个婚礼。哎呦，我当时给听的我还有点心酸。在乎面子是弱者，其实听下来给人面子是真的是强者。道理很简单吧，恩格斯说嘛，你的人的性格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你要是认识巴菲特，你要是认识李嘉诚，比方他跟李嘉诚做过一下，这个马家辉就不同了，对不对？这个马家辉就不同的马家辉，所以我们平常
我这常常警惕自己，面子看别人，这说明面子这种货币呢还可以借贷，对吧？我可以借，哎，认识文道吗？那是我哥们儿，不是、啊、不是不是借贷，那个是银行存款，那个是在银行存款，等于是啊，先兑现这样啊，我谁谁谁，而且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时候说啊，谁谁谁给我打了个电话，是吧？要我到长城去铺大理石，对不对啊？诸如此类，就说其实想明白了，就是你说的，这人为了自己的自尊，越是低下的人，越要维护自己的自尊。除了钱，除了礼物之外，认识名人，包括人家请你窦文涛去主持婚礼，都是这个。你一个名人进入他的社交圈，旁边的人其实看得蛮清楚的。其实你说他的朋友当中会不知道这个情况吗？其实都知道。但是自己，我们包括我常常有时候在想，自己是不是有时候也这样呢？哎，会不会有意无意的时候，我们写文章引很多有名的人啊，是不是也在狐假虎威呢？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前现代的单单的这个问题。